消灭那些可憎的东西，不要太轻敌啊！可恶的魔物，可别轻易死了呀！ 我就是用音乐治愈你。
去吧，小可别轻易死了呀。
看准时机，低买高卖。
是商人的公平和公开。
这是守护，这是军人的职责。嗯，说吧，永远不要放弃希望。